있어요. 왜 건너뛰서 나한테 와 그러지 마시고 빨리 뛰 나오세요. 자, 두 분 빨리 나오십시오. 어서 나오십시오. 빨리. 뭐 알아서 뽑으시는 거예요. 모시고 싶으신 분 다 모셔도 됩니다. 앉아 계시는 분이 사람이 많이 나오면 이제 앉아 계시는 분 시키고 서 있는 분은 구경하면 되니까. 자. 예. 이렇게 앞에 나와서 하는 학습 효과가 대단히 뛰어납니다. 나와서 하시는 분들을 잘 안 잊어버리세요. 예. 자, 좀 더 가운데로 오시고. 자. 예. 나오십시오. 예? 나오십시오. 야, 많이들 불러내시네요. 자, 요번 기회는 앞에 한번 안 나오시는 분은 안 계셔야 돼요. 예, 요번 기회는 분명히 안 계시리라 믿어요. 그런 분들이. 자, 준비. 차렷. 어이, 뭐 이렇게 많이 나오셨대? 예. 뭘 믿고 이렇게 많이 나오셨습니까? 자, 차렷. 자, 쑥 버린 분들이 하는 박수를 먼저 쳐주시면 인사. 자, 여기서 헤매시는 분들은 남아서 다음 손놀이를 같이 배우도록 하겠습니다. 예, 준비. 바람이지. 잠깐만요, 잠깐만요. 여기 절로 가고 저기 가는. 자, 예, 오른쪽부터 하세요. 오른쪽부터. 예, 봉사자들이 예 따라서 하세요. 예예, 예, 그렇죠. 예. 자, 왼손을 다 올리시고 시작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자, 시작. 셋. 이 바람이 지던 바다. 언제 헤어지셨던 아드님을 만나셨습니까? 예, 다시 한번 박수 부탁드립니다. 예, 수고하셨습니다. 들어가십시오. 너무 좋아하시는 것 같아. 아이고. 아직 안 오셔서. 자, 뉴스타트 온 지 며칠 됐죠? 4일째, 4일째죠. 지금 뉴스타트를 통해서 엄청나게 효과를 많이 보고 계시는 분이, 좋아지는 분들이 많이 계십니다. 그 중에서도 우리 최윤식 참가자님. 네. 예, 잠깐 일어나 보세요. 아, 일어서기. 아니, 팔이 요만큼밖에 안 올라가셨는데 스트레칭 할 때부터 이렇게 팔이 올라가신대요. 자, 축하의 박수. 힘내시라는 박수 한 번 더 부탁드립니다. 자, 한 이틀 더 지나면은 앞에 나와서 율동 같이 하실 수 있도록 좋아하시기 바랍니다. 자, 자, 우리 몸을 창조하신 분이 창조주라고 하셨죠. 아주 어린 시절로 돌아가서 한번 율동을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왜요? 최고 어려운 거예요? 봤어요, 이거? 최고 어려운 거 아닌데 다 하실 수 있는 거. 자, 준비. 노래 먼저 불러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고물락 저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키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잼잼 돌이 곤지 깎음 깎음 곤지 돌이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왜요? 노래부터 어려워요? 안 헷갈려요. 갔다 다시 돌아오면 되는데. 자, 다시 한번 노래 불러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덩지 오물락, 저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귀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잼잼 돌이 곤지 깎음 깎음 곤지 돌이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예, 잘하시네요. 그냥 막 가사 보시느라고 막 되게 어려워요? 아, 안 어려운데 여러분들보다 율동 잘 못 쫓아하셨던 기수분들도 다 쫓아하신 율동입니다. 자, 자랑스럽게 오른손을 쫙 펴주십시오. 자,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왜 이게 다 엄지, 검지인지는 다 아시죠? 예, 엄지, 검지, 엄지, 손가락 이름 다 된 겁니다. 예, 특별한 이름이 아니고. 그 다음, 오물락, 조물락. 이쁘게 예쁜 손. 이제 하나님이 예, 박수 주셨죠? 하시면 됩니다. 어려워요? 예? 자, 다시 시작.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오물락, 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어려우신가 보네. 끝난 다음 박수도 못 치시네요. 자, 다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시작.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오물락, 조물락. 자, 손가락 가르치시면서 하는 겁니다. 자, 손가락을 잘 못 가르치시는 분들도 계시는데. 자, 쉬운 거는 잘 배우시는데 어려운 거는 조금 그래도 잘 배우실 거죠? 한 번 더, 한 번 더. 시작.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오물락, 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예, 좋습니다. 너무 빨리 배우셔가지고 저 진행자가 비상대책을 마련했어야 될 상황이었는데 이걸로 시간을 좀 때우면 되겠네요. 자, 노래에 맞춰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그럼 천천히요. 셋, 넷.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오물락, 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쉽죠, 해보니까. 예. 다음, 엄지, 애기, 키다리. 안 펴지시네. 자, 엄지, 애기, 키다리. 아이고. 자, 되셨죠?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자, 이러고 계신 분들 계속 계십니다. 이러고 계신 분들 피세요. 자, 이게 잘 안 펴지는 것 같다면 이렇게 뒤집으세요. 그럼 펴지죠. 예,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자, 시작.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똑같습니다.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다시 시작.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집에 가셔서 손주들한테 가르쳐주면 되게 재밌어 하겠죠. 예, 멋진 할머니 되시는 거예요. 자, 노래에 맞춰서. 셋, 넷.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자, 몇 분이 몇 분 중에도 두드러지는 분이 손을 숨기고 이렇게 하고 숨기고 계시다가 짠 올리시고 짠 올리시고 하시는 분 계십니다. 모시겠습니다. 자, 손 다 올리세요. 자, 올리시고
자, 다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시, 셋, 넷.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자, 1절 2절 맞춰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오물락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자, 이 하나님 할 땐 좀 깜찍하게, 예, 어른들 남성분들도 깜찍하게 이 왼 저 여러분들의 오른쪽 엉덩이를 약간 오른쪽으로 틀면서, 자, 눈도 약간 뒤집으면서, 예, 이쁘게, 자, 같이 이렇게 보시면 안 됩니다. 이쁘게 옆으로 조금, 자, 다시, 자, 2절 한번 해볼까요? 시작.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해. 다 잘 하셨어요? 자, 좋습니다. 어쨌든 2절까지 배우셨으니까 3절을 가르쳐. 이건 조금 어렵습니다. 아주 조금요. 자,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예,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이걸 합치게 되면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이렇게 되겠죠? 왜요? 어려울 것 같습니까? 어려우셔야지 진행자가 좀 할만하죠. 여러분들이 조금 어려워서 힘들어하시는 모습을 봐야 진행자는 행복합니다. 자, 자,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잼잼 시작.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자, 이거 너무 좋아하겠죠 애들이. 자, 잼잼, 자, 시작.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눈 뒤집는 게 참 중요합니다. 여기서는 약간 새침대기처럼 눈을, 자, 노래에 맞춰서 한번 해보도록 할까요?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예, 이거는 내일 아침에 다시 해야겠네요. 그렇죠? 예, 아직까지 저거 하시니까 1, 2절 같이 해보시고, 자, 1, 2절 같이 해보시고, 오늘은 특별히 우리 뉴스타트 센터의 알프스 소녀, 아니 알프스 아주머니가 한 분 와 계십니다. 예, 몇 기 동안 저 오색에서 할 때는 이제 알프스 아주머니가 이제 요들송을 착 불러주셨는데 몇 기 동안 못했어요. 근데 이번 기회에 여러분들 너무나 여러분들이 잘 따라하시고 막 너무 분위기가 좋으니까 본인이 하시겠다고는 안 했고 제가 막 부탁을 해가지고, 예, 여러분께 요들을 또 불러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들어보기 힘든 거니까. 자, 기대하시면서 1절 2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검지 오물락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 3절까지. 잼잼 도리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도리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예, 감사합니다. 자, 우리 유미 알프스 아주 소녀를 소개합니다. 제가 숙이 많은 사람인데요. 이 진행자님이 요들을 부탁을 하셨는데 여러분들의 유전자를 잠시나마 즐겁게 해드릴 수 있다면 그런 바람으로 이 자리에 나왔습니다.
즐거운 시간 되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두 곡 부를 거거든요. 목동의 노래하고 스위스의 알프스 뭐죠 제목이? 아름다운 스위스 아가씨 두 곡 부르겠습니다. 목소리로 요르레이띠 발걸음도 가볍게 산을 오르면 목소리 합쳐서 노래를 하네 그 아가씨는 언제나 요르레 요 박수 아, 죄송합니다 제가 오랜만에 하려니까 안 되네요 저 알프스의 꽃과 같은 스위스 아가씨 귀여운 목소리로 요르레이띠 발걸음도 가볍게 산을 오르면 목소리 합쳐서 노래를 하네 그 아가씨는 언제나 요요 그 아가씨는 언제나 요르레이띠 요르레이 요르레이띠 귀여운 목소리로 요르레이띠 요르레이 요르레이띠 하니요레이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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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리띠리리 요로레이리요레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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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주변에 눈만 와 있으면 완전히 분위기가 기가 막히죠. 예, 즐거우시죠? 네. 예, 남은 걱정 다 버리러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뜨겁게 노래하자.
여러분 얼굴이 환해졌죠? 아, 大家的脸上 보니까 환해졌죠? 아, 그렇죠. 多了许多光彩. 자, 우리가 사람을 보고 아, 저 사람 왜 저렇게 어두워? 我们称一些人说，哎，这个脸怎么，这个人脸这么黑呀？ 어둡다 밝다 얘기를 많이 해요. 脸上发光哎。 우리가 어둡다 밝다를 我们经常说发黑发光，用眼睛可以就。 用眼睛可以明白知道谁是发光还是发黑。那么我们用眼睛来识别光明与黑暗。光明呢？我们看这个灯泡的时候很亮，因为它有传达光的很多的光粒子，我们称为光子，是吧？光束的光粒子呢？ 우리 아, 그 过多的传到我们的眼睛里呢，我们视网膜里有很多认知光离子的细胞呢，就说哎呀太亮了，太刺激了。那么在人的脸上也会发光吗？当然会发光。在圣经里呢？ 在西南山上遇到摩西，遇到上帝的摩西的脸上呢，啊，也发光，所以在他脸上不得不造成了一个毛巾。所以实际上，光呢，是可以从人体里发出来的。所以你们看佛祖啊，耶稣啊。 画他们的画像的时候，头上都有一个光环，是吧？那实际上人身上确的确有光。那么像佛祖还有释迦牟尼还有耶稣的画像上，为什么要画这个光环呢？啊，因为实际看到过他们的人啊，他们会说啊，在他们的脸上有光芒，所以他们在。 描述他们的文章当中说，在他们的脸上有光芒。那么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会有光芒呢？在他们脸上为什么会发光呢？啊，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脸是很暗淡。那么脸色暗淡的人坐满了这个讲堂，所以这个空间呢有点发暗，但现在很亮堂。啊，那么和大家。 同一个病逝的癌症病友回来的话，会感到惊奇。说你的脸是怎么发亮？那你们看这里的孩子哈，啊，亮啊，还有仙呐，啊，亮啊，嗯，你们看他们的脸，都说不想回家了。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们能够本能的感受到这个光明的气息，因为这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所以那些能够感受生命气息的人呢，他的脸上就有光彩。那么拒绝生命气息的人呢，时间再流逝，他的脸上暗淡依旧。所以呢，每一瞬间，大家的细胞呢，都要接受生命的气息。 这个气息就来自于真善美，信、爱、望。那么到底是光是什么样的存在？什么是光？嗯。为什么人身上会发光呢？比如说，假使我手里拿的是一块铁，是一块铁。要让这个。 铁块发光的话，可以用什么办法呢？用上这块铁块发光呢？啊，给它漆上夜光，夜光漆啊，那不用夜光漆。那是夜光漆，不是铁块的漆，是吧？给它加热，是吧？嗯，加热。给它加热，它就会烧得红红的。 那么它就可以发光了。为什么加热的话会发光呢？
그 왜 그러냐면 과학적으로 분명한 얘기. 아, 용 과학의 원리 可以 지연에 사는 얘기가 아니라. 아, 저 不是 我在胡说. 뭐 과학 공부를 조금만 한 사람. 아, 저요. 이点点 과학 상식의 人 都能 理解的事实. 那么加热的话, 이 세부치를 구성하고 있는 쇠의 원자. 那么构成这个铁块的铁原子呢? 뭐로 구성이 돼 있어? 原子由什么 构成? 原子核和 원자 핵 주위를 돌고 있는 전자. 아, 由围绕原子的电子构成. 이 세부치 속에도 那么这个铁块呢? 有很多的铁的原子, 无数的铁的原子 构成. 那么原子的周围呢, 有无数的铁的 铁原子的电子在运动，没有一个是静止不动的物质。那么我看是静止的物质呢，其实它都在内部无数的原子、无数的电子在不停的运转。那么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我们看一下图，好吧？ 你看这张图，这是原子核是吧？原子核的周围，电子在不停的运转。啊，所以像一道光环。那么螺旋桨转得飞快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情形是吧？那么转啊，不停的转，电子在不停的围着。 原子核转，由于离心力，这个电子就会最里面的电子，然后跑到外层来。 또 열을 더 가면 어떻게 돼요? 再 加热的话, 它又逃散到外层了。那围着原子核转的半径就越来越远。那么，逃散的这个电子呢，总想要回归它原位，要把它所受的能量都释放掉。那么，因为受热能。 逃逸原子核的这个电子呢，把它所受的能量吐出来，重新复归原位的过程当中散发的就是光啊，所以加热就会产生光。我们的皮肤也是一样，有无数的电子呢在运动，蛋白质啊、碳素原子啊、这个各种元素在不停的运动。 我们的人体也不能加热啊，加热的话，和铁块不一样，会燃烧掉的。加什么呢？生气，加生气，生命的气息是吧？啊，当我们感到真善美的时候，当我们学到美好的事物，懂得好的道理的时候，这些电子就会加速的运动，是吧？啊，明白了好的道理的时候，那么。 就会发光，实际呢，有一个光子测定仪，贴进皮肤以后呢，那么光明的人呢，指针呢就会往高处走，而那些没有光的人呢，指针是动非动，那些患忧郁症的人呢，指针动都不动，啊。 그렇게 측정이 가능합니다. 아, 이런 광은 可以测量的所以我们呢누구든지 每一个人 이 광자가 많이 나오는 사람, 빛이 아, 많이 나오는 脸上发光的人, 아, 这就是能量充沛的人,别人是可以感知到的,尤其是孩子. 누가 제일 잘 알아요? 尤其 谁呀? 어린애들이 제일 잘 알아. 아, 这小孩子是 最敏感的. 어린애들은 어두운 사람한테 안 가려고. 아, 这小孩子不喜欢那些暗淡的人. 怕他们的光被他们窃走，所以那么爱心多的人，爱心越多，越光亮，因为爱会感受到更多的生命的气息。所以大家呢，脸上会发光，啊。
生命的气息越充满，我们的身体就发生一种电子反应啊。那么这种电子反应使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目光更加炯炯有神，更加光彩夺目啊，是很神奇啊。所以呢，那么还有谁敏感呢？那么是光明还是暗淡啊？那么动物们很敏感，家里的宠物小狗呢，一旦主人回家以后啊，满脸的什么，满脸的暗淡，那么狗就会什么莫名其妙是吧，然后看主人的脸色，然后躲到一边乖乖的不去惹祸。所以呢，那么光彩暗淡啊，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的人呢，都是什么，都是光明的人。那么光明的人说明他什么，他的遗传基因运作的非常正常，不但正常而且非常旺盛的人。这样的人呢，生命的气息呢他接受的很丰沛。好了，大家经常提及的问题当中啊，他说李博士，我该不该接受化疗啊？这个提问呢是最重要也是最司空见惯的问题。你们在为某一种问题困惑的时候，你们脸上就会暗淡无光，因为举棋不定啊，心里头充满了矛盾啊。这种矛盾呢会消耗你们的生命的气息啊，抵消生命的气息。所以这种矛盾呢，用天文学的角度来就是黑洞啊，宇宙里头有黑洞是吧，黑洞是把所有的光都给吸进去，进去以后呢就无法逃逸出来。所以呢，我心里头这个矛盾呢，就是把就像黑洞一样把我生命的气息全都给吸进去，使我感到压抑。当我明白了真理的时候，明理的时候，悟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怎么样，突然间就释放了起来，就像电灯泡的电源突然被接上了一样，所有的矛盾顿时消解，眼前一片豁然开朗。那么到底接不接受化疗呢？在这个矛盾当中游离的时候，我们这些癌症患者呢是吃大亏了，因为生命的气息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这种问题的矛盾呢，就像黑洞一样不断地把我们生命气息 给消耗掉啊。 Black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黑色的意思啊，黑暗。 Hole 是什么意思呢？是洞的意思是吧。那么这个黑洞呢，把所有的生命的光全都吸附进去。所以今天呢，今天这堂课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下我们心里内心的矛盾，然后我们共同来寻找我们的答案。那么化疗呢，从医学的角度上讲可以达到完全的治疗。在韩国呢，这种用化疗完全治愈的病例不是十分很多，但在美国呢，这种病例却很多，临床治疗却很多。那么美国和韩国为什么有显出这种差异呢？像乳房癌2期3期通过化疗那么完全被治愈的人，这种病例很多。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而韩国却这种病例不是很多呢？首先我们韩国人呢，现在对化疗还有其他的癌症治疗呢信赖已经不如从前了不比从前那样信赖了。
그런데 이 미국 사람들은 얼마, 아직도 순진합니다. 얼 미국인은 상대 지난 10월 달에 캐나다에 가서 뉴스타트 프로그램에 去年 10월에 我去 캐나다 做这个 생명 지능 训练。 在加拿大呢，很少有癌症患者来参加这个新纪念讲座，因为他们更多的人认为进行化疗就可以康复。他们把化疗啊，要比起我们来，可能要相信一百倍啊，他们有更大的信心。那么信心呢，使他们的化疗效果呢啊，比我们要好百倍。而我们这些韩国人呢，啊，经常啊转医院的例子呢，在西方人当中很少见，尤其在美国很少见。那么说这儿好就去这个医院，那儿好就去那个医院。那么医院太忙，那么因为一个患者要跑好几家医院啊。啊，那么韩国是个真是特殊的国家，是吧？那么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呢，在当医生是。真是是好当，因为他们信医生的话就像信上帝的话一样。但是在韩国呢，所以在美国加拿大呢，治疗什么治疗癌症的时候，什么熊胆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汤那个药啊，根本听都听不到，是吧？没有、啊、他们 连听都没听过。所以新起点呢，他们认为新起点也是那种民间偏方啊，或者是啊，他们说通过新起点可以治疗癌症，他们不相信啊，因为他们特别相信医生的话，所以很难，这也是个难处。糖尿高血压、动脉硬化这样的人来的很多，但是癌症患者来的很少。那么癌症患者来，这些身患绝症的来，新起点运动才会有滋味，是吧？所以在韩国搞这个运动啊，我觉得有滋有味。那么啊，我们对这个也半信半疑，对那个一知半解，是吧？鲨鱼骨好就吃鲨鱼骨，是吧？说什么好就吃什么。经过了这个那个的试验以后，说明什么？说明没有主心骨啊，根本没有主心骨。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是我们的一大问题。所以你们需要什么？像李香九这样的人，让大家来相信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热心的为大家讲解，是吧？啊，打消心里的这个疑团，让大家心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主心骨啊，能够相信，能够信赖啊。那么你只要你信赖，你的病等于好了一半。为什么呢？啊，你们认为自己的尿能治病啊？你们认为拔罐子能治病？只要你们相信，不就是有效吗？那么拔罐子干什么？抽血，抽什么血？抽污血，是吧？啊，那是不成体统了。那和尿和这个和自己尿能治病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无稽之谈。我们血液里有不好的东西。那么好的血液留在那里，坏的血抽出来，那怎么可能呢？啊，这个罐子有什么本领可以区别好的血和不好的血呢？啊，那么坏的血就自动集中到罐子里呢？啊，那是不像话的，是吧？为什么说是不好的血呢？因为抽出来的血是黑血，是吧？啊，这是不好的血，是吧？那么从过去开始呢，就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有一种什么迷信一样的偏见啊，一种执着。所以我过去呢，然后突
吐口唾沫，然后拍一下，也做过。그래서내가이쪽편으로갈까저쪽편으로갈까침튀는대로가야되나那么在选择그러나그런것이选择去哪一伙的时候吐口唾沫打一下，唾沫星子溅到哪一方我就去哪一方。哇，这种毫无根据的迷信一般的东西，人们却相信它，因为大家都在这么追随的啊。我们要尽快打破这些迷信的要素，要有科学的根据，要合理。方面에는다합리화됐습니다。那么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变得合理了。什么商业呀、教育呀、什么就剩什么没有？没有变得合理呢？那么去医病，医病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披着科学的外衣的迷信。为什么？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是吧？啊，因为人们都害怕的。여러분생각해보세요우리한국사람들은옛날부터딴다는게있어따아세요저는옛날부터어릴때부터요그게저같은말이안된다그래서저는한번도저보고따준다고해서따본일이없어那么韩国还有一种什么？还有一种放血疗法，用针刺，然后放血疗法，动不动比如说消化不良就针刺。我打小到现在一次没有针刺过。那么说消化不良的话，用针刺一下就可以把血，把不好的血给抽出来。那么我小时候就怀疑，为什么不好的血就集中在我的指尖上？啊，这就是啊，难以自圆其说。不好的血吗？啊，不好的血集中在这个食指上。自圆其说是吧？근데이제어떻게하냐면첫째이제딸때어떻게해요이렇게훑어내려首先把身上的血怎么样都往下撸。훑어내리면은啊，撸的过程当中呢？이정맥아닙니까이정맥啊，这是静脉是吧？정맥피는이렇게천천静脉血流的比较慢，而动脉血流的非常快啊，非常迅速。静脉血流得很慢。跟你扯扯又老了，跟你。把静脉血往下撸。啊，那么集中在手上。这缠上什么？缠上线。那不被抓到那么抓到了什么？抓到了不好的血。不让他逃逸。用绳子紧紧的捆绑住，然后用针点刺放血。那么确实出来黑乎乎的血，只能出来黑乎的，因为你把它绑住了。那么在捆绑的过程中，血液暂时无法循环，新的血无法供应。那么只剩下那些不能循环的血，消耗掉了什么氧气？氧气消耗的越多，血就变得越黑。所以呢，那么是我捆绑以后把好血人为的改造成了坏血，是吧？然后用针刺完以后说放出黑血，我就说我好了。其实不是点刺让你恢复，而是你对你所眼睛所看到的症状的信赖恢复的，所以你们的信赖是十分重要的。你说你不信但是让你们恢复的，让你维持你们生命、维持你们生活的，就是信心。如果你们没有信心的话，你们根本都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是吧？所以我们呢，我们相信明天天气会好的，相信是吧？那么火罐也一样，用梅花针点刺，然后放血。然后用罐一拔呢，这血就怎么样？都被它挤到罐里。那个拔火罐的那个圈呢，因为血微不循环呢，被遏制了，所以只能是黑血，是吧？那么这些黑血呢，就凝固在这个罐里。所以说这是黑血，不好的血。那么所有的血呢，自然
自然就会凝结，是吧？凝结成块，所以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大家却笃信无疑。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就是要相信那些科学的合理的东西。그래서그런그여러분그런거뉴스타트하는사람들이제그런거하고담싸야돼요所以大家呢要对这些迷信的东西啊，그런걸자꾸믿으면要警惕，믿어야될要远离，잘안믿因为你们相信那些东西的话，你们实际真正应该信的却无法相信了。믿음이라는것이중요하기때문에因为信心是十分重要的，信心需要集中。아시겠어요그래서여러분떡볶이가지고다所以你们放大镜、啊、聚焦以后呢，能量就会聚集。如果你经常动的话，就很难啊聚集能量，点燃下面的子。那么你一时不动，过一会儿呢，能量聚集，那么在下面的子上就会冒烟，然后噗，就会点燃一股火，然后纸就被燃烧了。你们的癌细胞。就像烧掉你们身体的癌细胞，就要用信心这个放大镜聚集创造生命的创造者的能量、为此呢，你们大家呢要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东西、只要明理了就要咬住它不放。信赖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重要的。제가이번에미국서올때아我这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사실제친구들은지금其实我돈잘벌어가지고其实我的那些朋友们呢，现在都공항에서만나면일등都赚钱，적어도뭐요啊비지니스클래스成了富翁啊。他们在机场遇到他们坐的都是什么头等舱？근데저는대이상구박사가아직도이코노미밖에못我这么个大李香九博士呢？却只能坐经济舱。那么这次呢？哎呀，看着这个头等舱呢，眼馋的不得了，因为腰疼的难受。所以在经济，在这个头等舱里这样能啊躺卧着走该多好呀！啊，这是羡慕的不得了。那么，저도비즈니스클래스타고탈라면탈수있습니다。我要想坐头等舱也能坐。광고에만나가면돼아只要我去打广告是吧텔레비광고있잖아电视广告그뭐박지성이도나오고다나오잖아朴智星这些大腕们都出来是吧그래서광고에서여러분那么做广告明星정수기회사에서연락이왔어那么净水生产净水器的公司来了是吧정수기이렇게这是我们公司的净水器이렇게나오고아然后您这样从我们的净水器里打杯水，然后举起杯子，喝下一口，老公、老婆，这水很好喝呀。哎呀，果然净水器是某某净水器最好。这样拍上30秒，5亿，到手了，很简单。그다음에뭐이제제가요새폼이좋아서啊，最近我。啊、身体很棒是吧，所以穿上西服然后摆几个姿势、的确、西服 要穿什么 Parkland 5亿、这样的广告、条件呢、很丰厚，那如果去拍啊，如果去拍广告的话，赚个50亿韩币，估计没什么问题。能把50亿放到银行里，每月利息得多少？能坐头等舱是没问题的，是吧？一年坐能坐几次，是吧？但是，大家没看到在广告上。我李香九出头露面吧。那么像我这样出名的话，都能当广告明星，拍什么广告都能拍。但是，我不打广告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信赖。 여러분 제가 자꾸 여러분 안방에 맨날 들락날락하면서 정수기는 뭐 如果我在电视上经常说什么这个净水器好那个好 누구누구 생식 이래서 谁的什么健康食这样打广告的话 그러면은 那么大家对我的信赖 제가 하는 말이 심각해지지가 뭐예요? 我所讲的道理 심각한 일을 하고 있어 我说的是非常认真的事情，是吧？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是关乎生命的事情。那有的人说啊，你为什么不拍广告赚点钱啊，坐着头等舱啊，过得舒适一点呢？其实呢，我有的时候呢，也想风光一把，也想舒服一把，但是呢。 기도를 해보면 当我祷告，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啊，我惹的道路啊，不应该是我选择的道路。上帝啊，为什么这种念头总是让我感到不舒服呢？上帝默默不答。上帝，你回答我吧。为什么不回答我呢？因为。 因为，因为我不愿意听到回答，所以没有回答。所以有一天呢，这讲课的过程当中，讲到了信赖。对了，为了让大家信赖我所说的话，信赖我。 啊，这是比生命还宝贵。生命就是什么？因为这个信赖关乎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实际在新起点运动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啊，那些啊信赖啊这个道理的人，他们康复的就很快啊。所以呢，所以我就抛弃了50亿韩币啊？为什么？ 여러분이 한 사람이라도 저를 신뢰했기 때문에，因为大家中有一个人信赖我，有一个将要死亡的人，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我，这比50亿更有价值，因为我的信赖要远远比这50亿更有价值。所以呢，좋다，好了，那么经济舱，啊，我也乐此不疲。只要能救人一命。 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经济舱我在所不辞。所以呢？所以我用这样的想法去做经济舱的经济舱也蛮舒服的嘛。所以信赖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大家呢？ 在做新起点生活的时候，要相信你们身体的遗传基因，要信赖创造主，要信赖创造主源源不断供给给你们的生命的气息，这种信赖才会让你们的生命复燃。所以在接受。 放射性药物，化疗，那么用一种很强烈的信赖去接受的话，那么治疗会很成功的。但是病灶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它还没有建构支持生命的基础设施。 没有接受什么生命的气息，所以只要条件稍稍一成熟还会复发。但是有晚期的完治的病例啊，这我不否认。所以呢？所以有一个存活率，癌症患者的存活率，被诊断癌以后，比如37。那么你就要问，我还能活？ 我还能活多久？我的存活率是多少？大夫们会讲。啊，你现在不治疗的话，可能存活率是零。那么。
存活率是百分之三十。那么存活率能达到百分之三十，说明什么？十个人当中，十个人当中三个人能被治疗，能被完全治疗，你们会认为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个的。这样，生存率百分之三十是指。不是指的完全治愈率，而是生存率，就是癌症还没有被治愈，但是你还活着，能活着的概率是吧？它有个界限点，五年，最多五年。实际呢，更确切的讲，五年生存率，这样讲才是正确的，是吧？五年生存率。所以这五年的生存率为什么变成这样至关重要的事情呢？对患者来讲这句话 并不重要，但对治疗那些 癌症的那些专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们在韩国呢，延世大学医院、汉城大学医院、高丽大学医院，还有那个天主教大学医院、三星医院、什么现代医院，有很多的现代化医院，但是每个医院呢都有治疗癌症的专家，乳房治疗乳房癌的、治疗前列腺癌的专家、肺癌专家、美国某某大学经过研究然后归国进行治疗。每个专家所用的治疗方法呢，都 用什么药，用多少剂量，那么 都有一点点的不同。那么各自呢都自成一派说我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权威。那么 谁的治疗方法好，口说无凭吗？就必须得有个什么统计的数字，然后所以说五年生存率就是一个统计的概念。所以在延世大学医科大学李湘九博士的治疗方法，用他的方法呢，那么一百名治疗一百年，五年能存活五年的人呢，比如说可以出现三十名虽然完全不能康复，但是能存活五年的存活率能达到百分之三十。那么存活率是什么？和大家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患者对这个存活五年的存活率呢，已经完全被曲解了。曲解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癌已经完全好了。那么五年之内不再复发的话，可能就永远就不会再复发了。那么患者们已经把这个概念曲解到这个地步了，这是千不当万不当的。有的人说他说李博士我现在彻头彻尾的进行新起点运动，那么我吃糙米饭，我再吃一年半的糙米饭就够了。再吃一年半就到五年了，是吧？我再吃一年半以后，什么五花肉我想吃的我都吃。这是大错特错。再吃五花肉，再喝酒，那么很快就会复发的。很快就会复发。得过一次癌症的人是很容易复发的，大家要牢记这一点。所以得过一次癌症的人要真的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我们这个严女士呢曾经讲过，在汉城大学在某某专家的手下成为三分之二，在他手里治疗过的患者有三分之二复发。那么三分之一为什么不复发呢？因为他们小心的生活，所以不复发，是吧？这三分之一呢，可能是可能新起点运动的成员。他们可能到我的网站里，然后个人进行了学习。那么比在他们得癌症以前的生活呢，过着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
所以这三分之一的人不会复发。跟나머지삼분의那三分之二呢？他重蹈覆辙是吧？啊，重蹈覆辙。所以不复发才怪。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一呢？医生说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他们却什么自己吃想。他说过去因为我这样生活过来，那么得了癌症，那么我要再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我不得还得了还复发吗？自己思想自己判断，想真的健康的人，医生再怎么说啊，你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那么我不就是因为过去的生活得了癌症吗？这不是让我重新得癌症一样吗？啊，要判断啊，自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那么才能保证自己不再复发。所以今天早上我给大家讲了，新起点生命运动呢，不是什么治疗癌症的啊方法方啊某一种手段，而是什么？是啊，回归。回归造物主造我们的生命的规律当中，在那个规律当中啊，顺天啊而昌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的舍身变成什么啊？法身，肉体的我变成什么？属灵的我，抛弃自我，重新找回什么啊？真我的这么一个生活，就叫新起点生命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病被治疗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你们的遗传基因对好的信息做反馈，这是确信无疑的。所以呢，大家呢，首先要对现代医学所说的这个完全治疗啊，要更加什么？更加做新起点生活，是吧？新起点生活呢，不管你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为了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你必须要过新起点生命的生活。比如说我被诊断为癌症，那么身体里有癌细胞，是五公分的，大小五公分的癌细胞在我的身体里。假设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那么它长到了五公分，已经很大了，是吧？它已经转移了。从原则来讲，癌细胞呢？那么它扩散到哪里了？扩散到全身的细胞里了，是吧？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还有呢？癌症呢？今天我产生了癌细胞，开始繁殖，那么我的 T 淋巴拿它束手无策。比如说从今天开始的，一周以后能发现吗？啊，那是不可能的。一年以后能发现吗？那也是不可能的。三年以后能发现吗？那也是不可能的。啊，乳腺癌的过程至少有5到8年的发展期。那么我们眼睛能看到癌细胞的时候，肿块的时候，已经发展了5到8年。胃癌、肺癌至少要发展十年才会发病。所以很多人在经过综合检查呢，说没有癌，没有癌症。啊，这是其实是很可笑的事情。因为你的癌在你身上已经发展了2-3年，当然看不到，是吧？还是潜伏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体检、精密体检，其实有时候会害你们，因为什么？让你们过于自信，过于安逸。为什么人们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去做综合体检？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呢？因为对你的生活没有自信啊，照这么活下去，我肯定得得病啊，身体的状态也不太好，不如从前了，是吧？啊，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所以我必须得怎么样做个检查。
그게 정확한 겁니다. 아, 这个时候去做检查才是正常的。 그거는 이미 비정상이 뭐요? 当你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 그래서 그렇게 느끼고 병원에 가서 해보겠다 할 때는 感受的身体的感受的时候 那么去医院检查已经发生了不正常，所以大家对自身呢所体所感到的自身的感觉十分重要的。医院抽血做静脉手术，比那个数据啊相比，你的感觉是。 更重要。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啊，的确得做个检查。啊，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啊，有什么不对劲？检查以后呢？一切都正常。啊，你看，没什么大不了吧？那么你们就相信这些数据？那么你们这种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呢？就没了。 这不掩盖了，我就是正常的嘛，我怎么会有病呢？这样就会大意了。继续重蹈过去的生活方式。啊，再过一段时间，这种不对劲的感觉重新来，再检查还是正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癌症已经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그래가지고질질끄고한3년만에한번씩정밀검사하다가보면 观察到医院能检查出来的时候，在这之前已经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成病过程。所以，经医院的检查如果检查不出来，即便检查不出来，但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不如从前了，有什么不对劲，那么你就要相信这种感觉。从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什么？开始新起点生活，那么说不定就会恢复的。 病啊，都是自欺欺人的结果。所以你们身体当中，如果长了癌细胞，你们肯定要有什么感觉，是吧？因为这种癌细胞啊是不正常的细胞。正常的细胞和癌细胞之间呢，因为这些活着的细胞啊，都要接受生命的气息。啊，接受生命的气息呢，就会放电的。 肌肉放的电波就是，肌电图，啊，都发生电流的话，那么发生电流的时候，体现的都是波长电波。啊，肌电图，啊，都发生电流的时候，啊，体现的都是波长电波。肌肉放的电波就是，啊，肌电图，啊，都发生电流的时候，啊，体现的都是波长电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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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肌电图，啊，都发生电流的时候，啊，体
长。파동이요那么细胞变质的话，波长就变得什么？啥？이런파동이아니고뭐아不是有规律的变的，变得这样不规则的，总感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哎呀，哎呀，身体怎么这么别扭？心情也不舒畅。所以你们要去做检查是吧？所以所谓的精密检查呀，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精密的程度。所以呢？啊，检查以后已经长到了5公分。那么我们开始治疗吧。근데여러분항암치료를받았다이거죠아接受了차치료接受了차치료를받고나니까癌症治疗이아第一期治疗然后这个癌细胞呢从五公分缩小到了2cm로줄었어2公分
성공이 아니요. 성공还是不成功? 네, 이 정도 되면 상당한 성공이라고. 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治疗了。那么，제가의과대학다닐때，我在读医科大学的时候，질문이하나있어요。啊，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啊，저이센치저자식들은왜안죽었노？那么是剩下的两公分，他为什么不死掉呢？三센치는왜죽고？那么三公分为什么死掉？那么两公分怎么不死呢？他们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化呢？那么癌细胞都是同样的病毒的话，那么一个死的话，其他也应该死啊。同样的治疗的话，应该都同归于尽呢。但为什么会这样呢？用同样的毒素，那么有不死的家伙，那不死的家伙是剩下的都是什么？都是顽固不化的啊。硬骨头是吗？那么同样的癌细胞，癌细胞当中会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不三不四的，还有一些什么顽固不化的。我主观的推断会是这样，是吧？那么我就问教授，就是我们也不太了解。啊，当时我们还不了解癌细胞当中有这些啊。顽固不化的癌细胞，经过后来经过深入研究以后，那么五公分的这个大块呢，里边呢，构成五公分的这些癌细胞当中啊，种类都不一样。有的癌细胞呢是顽固不化的癌细胞，有的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有的是傻乎乎的。他们的分工都不一样。啊，就像同一个父母生下来的几个孩子当中，性格都不同一样。所以癌细胞呢，啊，性格、性能、功能都不同。啊，所以呢？剩下的两公分呢，用同样一种物质呢，杀不死的。为什么剩下的这个两公分的？为什么剩下的两公分的时候就终止治疗呢？为什么中断治疗呢？因为无法再治疗了。为什么无法再治疗呢？因为白血球啊已经降低到了底线。经过化疗呢？啊，那么。在癌细胞被杀死的同时，白细胞也被杀死。因为白细胞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跟这些癌细胞作战的杀手、勇士们，是吧？但是癌细胞被杀死的过程当中，白细胞也被杀死。那么白细胞的数量低到低线的时候呢，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时候，癌细胞容易扩散，所以医生们对这个时期非常敏感。过度的治疗呢，反而适得其反，让这些顽固分子们趁虚反扑，啊，白细胞都没电了，白细胞降低，没有抵抗力，空气当中的什么霉菌啊，还有链球菌啊，进入肺里以后。就很容易引发肺炎，所以癌症没把它杀死，却被肺炎杀死了。所以降低，白血球数值太低的话，就要停止治疗。正常的白血球数值要达到5000、6000、7000，多的它可以达到8000、9000，降到3000以下就危险了，是吧？降到2000以下，啊，那就。是绝对不行的数字，所以白血球数值降低到2000左右的时候，就要停止治疗。那么停止以后呢？剩下的这个两公分的癌细胞，都是剩下都是什么？都是顽固不化的敢死队，是吧？那么各种方式，他们就是坚守阵地，然后突然停止治疗了，我们活了，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然后开始窥探，窥探以后呢，比以前更好了，为什么？比以前更舒适了，为什么？T 淋巴，过去有警察有军队，现在连这些警察军队都没有了，白血球都歇菜了，是吧？啊，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反扑的时候，然后开始大肆的大举反攻，啊，开始扩散。医生们呢，白血球等待着白血球恢复正常数之前，只能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鼓起仰天了。啊，这个等待的期间就是这些顽固的癌细胞们伺机反扑的机会。第一次治疗成功，五公分缩成了两公分。那么患者呢，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就说：“哎呀，我有救了，有治头了。”啊，那么两公分把它干掉的话，那我就好了。患者也开始他不想这个两公分是要命的，两公分是吧？但是这个两公分要比这个原来五公分呢还要厉害，再加上白血球没电了，那么所以就为他们形成了大肆反扑的机会。那么直到白血球恢复正常数值的这个等待的时期期间，两公分长到了多大？长到了3.5公分。就是在临床病例当中十分常见的现象，是吧？你们可能都经历过这个过程。那么剩下现在这个3.5的原来这些顽固不化的癌细胞再加上什么成了什么反攻的勇士，已经战胜了，已经经过了什么久经考验，是吧？产生了耐性耐药性。那么医生了解不了解这个现象？了解，当然了解。所以就不采取第一次治疗的方式，因为他们知道用第一次治疗的药物无法克制这些顽固不化的癌细胞，所以就用更比第一次治疗更强烈的因为这些顽固不化的久经考验的癌细胞呢，要用更大剂量的更药性更强的抗癌物质来治疗。那么进入第二次治疗以后呢，这些癌症患者就开始打蔫了。所以呢进入第二期治疗。就很难杀死他们。进入第二次治疗后，白细胞减少到了什么？白细胞检查呢？癌细胞不缩到了2.5公分。这2.5公分呢？不是一般的顽固不化的癌细胞了，这是顽固不化的，顽固不化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久经考验的战无不胜的癌细胞了非常顽固的癌细胞了。经过第二次治疗呢是非常残酷的严酷的治疗，非常严酷的治疗，剂量药性都很强，所以白细胞遭受了致命的创伤，数值急剧下降，恢复更缓慢。这个时候这些剩下的顽固分子们呢就更加猖獗了，是吧？这是等待白血球恢复的期间，这还需要什么？等待的期间，等待白血球恢复数值的期间要等又给这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反扑的机会。那么猛增到5公分。两次治疗呢病情呢却反而更加恶化了，是吧？五公分还是原来的5公分，而这5公分可不是从前的5公分了，
身体呢已经完全被摧垮了，癌细胞呢却变成了什么有抗药性的顽固分子，形成这样的过程以后呢，这种结果是明摆着的。那么就医生就要决定是否进入第三期的治疗，医生就开始议论了。啊，所以说我们有经常的癌症协会举办的这个癌症会，把各种病例拿出来进行研讨啊。那么是否进入第三期治疗，医生们就开始议论，是吧？那么医生们就开始发愁了，是吧？那么没有别的方法吗？没别的招吗？那么问问患者吧，让患者决定。医生问患者，让患者决定的时候，那说明医生自己都没招了，是吧？那已经没戏了。那么再次你们就不要再相信医生了。那么医生问患者啊，那还有什么戏可谈？那么患者从患者的立场呢，那么没这个的话没别的招了嘛，也是没有退路了，只能是什么那么就得接受，是吧？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说那么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第一阶段如果大夫会肯定会这样说，如果你不治疗的话，癌细胞会怎么样？一年。我们所治疗的治疗，其实我们提供的治疗呢，你们可以活到寿命可以延长六个月的可能性是一半，6개월연장안될수도뭐예요？说明延长不了的可能性也是一半，是吧？1년연장될가능성은延长一年生命的寿命的可能性呢？연장은 20% 다。这个概率是20%。그다음에1년이상2년연장될가능성延长两年以上寿命的可能性呢？5%。医生们会这样讲。그래서이제이렇게됐다고합니다됐으면은지금이치료하는기간이这个治疗的过程呢，从第一期到第三期呢，한2개월3개월大概需要2到3个月。그럼여기서이제또무슨치료해요？就进入第三期的治疗，是吧？3차치료했을때第三期的治疗呢？두가지경우가생깁니다有两条路，5cm 짜리가5公分的变成什么？3cm 로줄었다4公分，缩成4公分。또다른경우는还有另外一个情形呢？5公分变成什么？6cm 가되고变成6公分，而且扩散。이제이렇게됐을때는의사가뭐예요？这两种情形呢，医生就举白旗了。더이상치료할再没有招了。이랬을때이제의사가那么医生们就说，对患者说，집에가서맛있는걸回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吧。그럼그는이제우리손들那这说明什么？是你没多少活着。근데저게이제5cm가4cm로됐을때는那5公分成为4公分呢？야그래도뭐요？还有戏，是吧？还有一点希望。희망있는것처럼뭐요？看似有希望只是看似有希望，其实也是一种虚像。在这个城市上，100%被治愈的可能性，已经是从医学角度来讲是没有的，100%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呢，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呢，会在这个阶段呢，停止治疗。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讲医生没有良心。那么有些医生当中呢，有一些想，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劲头，是吧？因为他们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连做梦都想不到
会有新纪元生命运动，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上帝会医治我们的遗传基因，生命的气息会重新激活我们的遗传基因，他们根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种念想。所以他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南墙不回头，继续进行治疗。四公分长到了多少？长到了七公分。这个时候呢，结果就是什么？是先举白旗还是后举白旗？这个差别。结果로잘된다고해서저게뭐또완치될수도뭐있어。那么也有一些被治好的例子，但是治好呢？如果你不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不做新奇的运动的话，还要复发。那么道理是明摆着的，所以呢，还有呢，여러분들은이런강의를이제你们听了这样的道理以后呢，더신뢰하기가뭐요？你们就更难相信医院的说法了，是吧？最后没有退路了，只剩下什么？只有生命，新起点生命，这一条路可走了，是吧？所以你们不要心里再犯嘀咕，不要再矛盾了。矛盾半天，举棋不定，选择的还是什么死路一条，是吧？所以呢，要背水一战。那么即便治疗好了，你还得归到这条路上来，是吧？为了不复发。那么我把所有的可能性已经给大家讲明白了，所以你们不要再问我要不要接受化疗要不要接受药物治疗不要再问了，是吧？你们只剩下一个选择，所有的情形你们都了解了，经历了，所以你们内心当中要自己下决心。好了，我要背水一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是人呢，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软弱，明知道这个理儿，但很难下决心。像李博士这样说明的，解释的这么清晰。这么深入浅出的人还哪有？让他们下决心这个时候又举棋不定这个决心就这么难下。你们自己的决心没有人能帮你们下我只能怎么样苦口婆心的劝你帮你理解，这个我能帮助你，但是你自己的决心还是你自己下，别人帮不了你，是吧？选择还得由你自己来选择。是不是你们该懂的道理都懂了，但是却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什么拉你们的后腿？什么拉你们的后腿？예정때문에心中有一种迷恋，是吧？야그명답이다정저일리있는대답이저게제제일좋은대답입니다对过去的生活有一种迷恋。제가지금강의한것을이용해서대답하세요你们用我所讲的内容回答我，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내가내속에한사람만있는게아니라因为我里边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两个自我。这两个自我呢？有一个自我要走新起点生活，有一个自我呢，还要拉我到原来的生活当中。所以，结果还是什么问题？就是真我和假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假我和真我还在不停的较量。所以，就是生的念头和死的念头之间的较量。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信息和死亡的信息之间的较量，说强拉左拉右扯但是生命的气息不会勉强我们，但是死亡的气息却是强迫我们。你不接受化疗，你想死吗？早死这就是死亡的气息，它是蛮不讲理的。而生命的气息，这是爱，
啊，他说你祷告，你选择，只要你选择，我就帮助你。所以好的选择，为了做好的选择，下决心选择好的事物，你们要祷告，对吧？你们要祷告。여러분이하나님내가지금헷갈립니다박사님강의를이렇게我听了李博士这样明确的讲义，我还在彷徨。那么我一决心，我一想要去选择新起点的生活，但我为什么这么踌躇不定、举棋不定啊？我还有一种害怕，这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来自死亡的势力。让我从这种恐惧当中挣脱出来吧，让我从死亡的恐惧当中自由，获得自由。这样祷告，我从我的个人的经验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很举棋不定，暧昧的进行新的生活，没有被完全的康复，但是这些进行新起点生活的人比那些概率呢要高得多，要比医院告诉你的存活的生存的概率要高得多，这一点我可以自信的告诉大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人，是吧？你们看，进入我们的网站来看一看，有很多成功的治疗癌症的人的例子，还有一些经过新起点那仍然死于癌症的人，但是他们要比在接受化疗的过程当中更幸福、更安康、更加健康的死去他们的存活的期间呢，要比医院所说的存活期呢更长然后平安的谢世。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没有确信的时候，我说内心当中没主意听课的时候说对，那么一出了这个教室门，回家以后呢，就成了另一个人了都跑到脑后了。所以呢，大家为了拿定主意，下决心，不但要认真听讲要感动我不要忘记他，我要牢记他，不断的反省总要积极的去接受真善美的信息，那么你们的遗传基因就会出反馈把你们的意念放到把你们的整个心怀意念压到上帝的生命的气息上建构你们生命的基础设施，让你们的细胞接受生命的气息，按照上帝的旨意能恢复你们的细胞。Thank you.
자, 오늘 지정석에서 식사하실 분이요. 김현옥님, 박임숙님, 엄선자님, 윤종환님, 이병숙님, 이형선님, 최태철님. 자, 저녁 식사 맛있게 드시고 7시 30분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저녁 맛있게 잡수십시오.